商朝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朝代，陈塘又是他的一个创始君主，所以我们代表的是我们希望把现在的中国的这个技术带到那个时代，做到世界领先。我们想做的是原创、开拓和突破。这次的人工智能的兴起呢，和一个深度学习的算法是有非常强的联系的。对，我们研究人员有一个比较深刻的比喻，讲深度学习到底学的是什么，就好像在做剪纸。那普通的这种机器学习做的呢，是把一张平面的纸摊开，然后呢我看到一个物体，我就把它一刀一刀剪下来。那深度学习呢，它是用另外一种剪纸的表示，它呢可以把纸一层一层的折，每多折一层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表达是复用的。难点是在于说，我必须对这个物体有一定的观察和认知，我想出一种折纸的方式，这个折纸的方式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做引擎的方式。但是呢，当你一旦折好了纸，你轻松的剪几刀拉开，就是一张窗花。中国人的复制或学习的能力呢是非常的强的，比如说国外有 Uber， 中国有滴滴，那国外有 Amazon， 中国有淘宝。但是呢，这些模式的复制往往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我学习这个模式，在模式上整个创新能够很快的验证和得到一些结果。对于技术上面呢，那别人也会想说，哎，国外验证好的一些东西，我们拿来在本土上去进行一些改变，是不是会做得更快？那么这就会带大家呢进入到一个另外一个我认为的一个误区，可能会延缓我们现在人工智能的一些发展。我举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例子，中国人说我精通操作系统，他的 mindset 是说，哎，我精通的是使用操作系统，我 Linux 用的很熟。但如果说是一些美国的学生说我精通操作系统，他精通的是写操作系统，哎，我在家写了一个 Linux， 或者在上面实现了新的功能。那么商汤本身呢，是还是专注于做这个原创的平台的技术，我们在做的事情呢是练内功，做应用呢是练招式。其实在这个情况下的时候，练内功的这个投产比其实是很高的，在本质意义上大都会带来一个垂直行业的突破。我一直认为呢，人工智能可以带来两部分的突破，第一个呢就是生产力工具，那第二个呢就是交互工具。所以在生产力工具上面呢，我们做的很多事情呢，就是唯一的一个指标就是一定要超过人。我们之前在重庆渝中区一个小的区，然后呢做了一个试点，就放了一套我们的这样一个叫 Sensetime 的这个人脸识别引擎，然后他们在里面进行测试之后呢，发现放了40天，识别出来69个犯人，那么同时抓捕了15个嫌疑人。那么这是什么概念呢？是可能他们在一个月当中那做的这件事情，可能是低过往以往的5年10年。在这种阶段上，我们觉得真正是带来了这个生产率工具和效率的提升。交互工具呢也比较有意思，之前朋友圈大家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叫 FaceU 这么一个 app， 上面的很多的人脸的特效，但其实我们在背后提供的是各式的这个交互的引擎，包括说人脸的所有的关键点的定位啊，人脸的这个表情的识别，然后呢我整体的手势识别、前背景的识别。那我们所想做的就是 Sensetime Inside， 这翻译成中文我们定个词叫商汤驱动，那么以此来渐渐的改变说我们的市场上的一个定价权的问题。